系，大家好，我系中国星火基金会嘅义工啦，我叫阿昌，今日嚟到云南嘅一条小村庄呢度啦，咁啊探访一个个案，我问一问佢叫咩名先，小朋友，小朋友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老师，我叫刘清泉。叫刘清泉。叫刘清泉，咁佢就叫刘清泉咧个小朋友，咁啊今年咧就三岁嘅，咁坐喺我隔篱咧就系清泉妈妈啦，咁我问一问清泉妈妈。清泉究竟得咗边一种嘅心脏病先？妈妈你好啊，啊，我想问一下清泉，他得什么类型的心脏病？先天性的心脏病。啊，我想问一下，他这个心脏病会令到清泉他有什么跟平常的小朋友有什么分别？他平常很不爱玩，很没有那些小朋友调皮，很不爱说话，老是爱生病。感冒啊！咁清泉妈妈咧就话佢咧就冇其他嘅小朋友一样咁百厌咁活泼啦，成日都感冒嘅，发烧同埋咳。咁呢种心脏病咧就令到清泉系经常都会病，同埋处于一个唔识得痊愈嘅状态咯。我想我心里想求他们尽快把我呢。清泉那边治疗咁，我见到清泉咧，我都觉得好心痛嘅。咁睇到妈妈有几咁锡清泉啦，咁我都喺度呼吁大家踊跃啲捐钱去救翻清泉